全家人一起天天更健康。WeFit Plus， WeFit Plus 可利用 We 平衡器测量重心平衡、BMI 和运动能力，轻松愉快体验69种的身体锻炼项目。首先，输入身高和出生年月日，接着会测量左右重心的平衡。三十中。就像这样 ，WeFit Plus 可以测量出重心的偏移，同时也会测量体重。由您的身高和体重来换算出 BMI 身体质量指数，当然也可以确认体重。最后是运动能力的测试，由十种平衡测试随机选出来进行，以实际年龄和平衡测试的结果为基准，可以知道自己的平衡年龄。每天的锻炼内容分为五种：平衡游戏，帮助您培养平衡感的游戏；有氧运动，促进体内脂肪燃烧的运动；锻炼 Plus， WeFit Plus 新追加的锻炼项目。瑜伽，紧实身体、改善姿势的运动。肌肉锻炼就是这样，让身体各部位紧实的运动。一、锻炼结束后会显示所消耗的热量，知道消耗了多少热量后，例如针对减重的目的，进而了解需要多少的锻炼才能够达成目的，有助于制作具体的计划。WeFit Plus 根据不同的目的提出推荐的锻炼项目，例如像在意肩酸的人，推荐可以持续锻炼同时放松肌肉的锻炼；像在意代谢不良症候群的人，推荐可以加强紧实腹部的锻炼；像希望保持身材的人，推荐可以塑造纤腰的锻炼等。根据不同目的 ，WeFit Plus 提出推荐选单。此外，也可自由组合锻炼方法，制作属于自己的锻炼选单。也可由瑜伽和肌肉锻炼中自由组合选单。想要大量运动，或轻松运动，或持续进行我的最爱的锻炼的时候，使用者可自行调整自己想要的锻炼内容，或是只要决定想要运动的时间，让 WeFit Plus 替您组合选单。每天的锻炼成果可以透过月历或图表来确认，可以真实感受到体重和平衡年龄等不同项目的锻炼成果，最多可以登录8个人的资料，
还可以在 WE 主机里设定 WE Fit Plus 频道，利用频道可以立即开始身体测试。全家人一起天天更健康。 WE Fit Plus 繁体中文版 WE 平衡器组合套装建议售价3500元，若你已经拥有 WE Fit 则只需要购买软体，建议售价700元。